也想顺便问一下这个再见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式，嗯，就是觉照啊，嗯，就是以外境来照自己的，嗯，去修自己的，嗯，啊，对，去把这些东西，啊，就平时主要是看看书啊，看经书啊，看看书啊，看看视频啊，嗯，以外境去觉照呢，就是。一般就是说，哎，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也是还是个观照嘛，观察，但是怎么思维也是蛮重要的。你要对经典很熟悉的，就是说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维观察万事万物，是吧？用我的角度去，就说你是个人力嘛，我用人力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，然后我心不动；我还是用佛的之见看待万事万物，然后心不动，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啊。比如说我坐在这儿，哎，那个师兄骂我了啊，那个师兄说我了，或者是，但是我察觉到了我不动，我修忍辱，或者是我修定，我如如不动。哦，觉而不住，毕竟哎，觉而不动，哎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他骂我了，是吧？我举个例子，我已经知道他骂我了，但是呢，我现在不是佛学佛了嘛，我学佛者，我如如不动，而且呢，我现在感觉到我好定啊，哎，我就定力提升了嘛，以这样修也是一种修法。但是如果你知道他骂你了，其实这种认知已经是种伤害，就是说你这个不动是压抑住的，就是说你可能说，因为你这个是人力的认知，是吧？你已经着了他骂你的这个相，你已经比如说认知他是恶的，然后你这不动不受他影响，这也是，当然说这种定力也很好，但是最好的就是说你这样修也能，有的人确实是别人骂宠辱不惊嘛，坐在那，哎，但总有一个能触动你的，就外缘，嗯，到最后毕竟是空的，毕竟空的就是外面都是助缘，嗯，都是我的助缘，嗯，我就用助缘去看自己的，看自己的心动不动，心动不动在哪儿动，嗯，在哪儿快动，为什么会动，嗯，嗯，可以，我主要是这个这是第一步啊，我主要是我个人觉得我很傻，嗯，我可能就在直观这一块，嗯。嗯嗯我没个法门去入，嗯，我觉得这就是法门啊，你现在已经在观照了，啊，就觉照力了，这就叫法门啊，只是说你没有就说把它上升到佛学的，这叫个法门，你已经在修正了。我、啊，我觉得就说要去，嗯，坐垫上面，嗯，比如说有没有去个实际法门去让自己的那个，嗯。嗯散乱心啊，比如说去专注。刚才那个，如果在心性上你不能在认知上逐渐的熟练运用这种觉照力的话，你在坐垫上也可以配合，但是有时候就入不了定在坐垫上，啊，只是练腿啊，一会儿心杂乱，心好容易安静下来了，腿又疼，就折腾，嗯，但是坐垫。打坐呢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修行工具，我觉得如果你修正佛法的话，尽量学会。假如说我要入定，我能不能这个捡回以前这种就是跟这个正常入定的方法行不行呢？因为以前比如说我这个躺着，嗯，这个自己一套方法进去，嗯，坐垫上面。目前按你的方式吧，目前按你的方式，不管是以哪种方式，你进入一种说定的状态都可以。但是呢，知见很重要，对你，对，就像我刚才还是谈的说，你去认定他骂你，然后你不动，还有是认定你是个假名，你这个他这个骂也不成立，你也不成立，你本身就是个假名，这样去认定，然后如如不动，这种知见是不一样，最终得出的结果，用空性的知见去认定这个骂，去根据人力的知见认定骂，然后虽然都在不动，但最终境界不一样了，就嗯。逐渐的了解佛的见地，用佛的见地去说服自己，就是说最终是你这边要空，你这边要空，如果你认为那是个骂，你这个认知已经不空了，你已经有一个骂的认知了，知道吗？或者有一个不是烦恼的认知，我在烦你，一定义这个已经是个不空，已经不再空了，就是说能够不起念，当然说能够，有的人家在坐垫上先修，修了好久，你骂我夸我，我不起念，但人家就达到了，不是，但是不管怎么着，先空你自己，知道吧？但是你现在修觉照力啊，修止力也是可以。我就说见地上的，我只是提醒你，这些有点泛泛而谈，在见地按你的方法进入没关系的，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在见地上逐渐圆满佛的见地，以佛的见地指导你的修行，不管你躺着坐着卧着都可以。如果佛的空性的知见
证件不够的话，你坐着也没用，我告诉你。所以他的那个指导思想很重要，就是说你是用什么指导思想来指导你的所有修行的。如果有佛的指导思想，那所有的法门都是好的法门，因为他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对的正确的，那么所有的法门都可以猛猛就可以进入终点。但如果最高思想错了，那你会迷失在这些法门里，什么到底坐着好呢，是躺着好呢，等等。哎，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按这个切入点，我也是原来也想了，继续看开示，继续看开示。对，我就看了老师的那个《法华经》的那个视频，《法华经》又看了《金刚经》的那个讲义，真的有，后来我就才明白，我接触佛法，我觉得我原来有点迷，很迷，对，而且很执着，对那个入定的那种很执着，对，后来就是看了老师的这个开示之后，我就才知道，这个道果成因，对，先有个果，再从因，从因的这个我要有个切入点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去切入？要结合我自身去怎么说呢？去有套方法。说一直在琢磨，一直在琢磨。可以，对，现在见地上确实果跟因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如来。这个见地蛮重要的，就说那你就说我不管是转化气脉也罢，修正禅定也罢，所有的也不是通过这些最终我成了佛，是我本来就是佛，这只不过是一些颠倒梦想。因为我们为什么是佛就现在迷失了呢？因为佛说，因为你颠倒梦想，你头脑里面有梦想，所以所有的法门都是停下梦想的。所以说我现在我就说以外缘为镜嘛，行，可以，外缘做一个镜子，在我面前，不管任何一照镜自己，可以，对，照自己内心，对，可以啊，这个绝招可以啊，只是不要执着，就不要着相就行了，对，苦乐善恶这也不要着相就行，因为没时间着相修正佛法的人，一着相哪有时间成佛，是吧？不要把自己纠缠在人道的这些越分别执着、分别意识里啊。所以，可以认真，不要较真，是老师说的吧？认真也不认真，最后认都不认。